我们敬爱的市长啊，虽然我想他现在可能在火车上，我们的洪副市长啊，诸位政府的长官啊，我们佛教会的理事长啊，诸位大德啊，诸位同学，大家下午好啊。这个细念法师是中峰禅师他老人家的制定的，那么这是出自于禅宗的大德啊，偏赞净土。这一个法本，早年我看到之后非常欢喜啊，它里面的开示啊，这个法事啊是以念佛为主，而开示非常之精彩，可以说是显密宗教的精华全在里面啊，所以我们净宗学会呢就采取了啊，作为我们这个做这个闽阳法会的一个依据啊。那么现在也很难得，几乎啊遍及全世界啊，大家也都啊认同了啊，这是我们呢非常安慰的一桩事情。那么这个消灾免难这个法会会有效吗？啊，这许许多多人啊都有这个疑问，不单在国内啊，在国际上啊也不例外。啊，真有效。啊，这个效果啊，我们可以从历代记载里面呢能够看到。啊，这是历史的见证。现在人讲科学，但科学比这个历史啊还要这分量还要重啊。科学也给我们证明了，首先啊，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灾难怎么来的，为什么会有灾难啊，在大乘佛教里头佛讲得很清楚啊，宇宙是怎么来的，生命是从哪来的，我从哪里来的啊，这个是根本的问题啊。我学佛啊是58年前，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他老人家告诉我佛经哲学，当时我很怀疑啊，我说佛教是宗教，尤其是个多神教泛神教，这个呢在宗教里面呢属于低级宗教，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呢，这佛教什么都拜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起很大的反感啊，根本就不愿意接触。方老师告诉说你年轻啊，你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学哲学吗？这佛经哲学，这他的话，我用他的话说，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他这么说法的啊。我在外面讲，我不用他的话，我说佛法是高等哲学啊，没有讲到他老人家讲的这么彻底啊，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这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我学佛
啊，是受他的影响，啊，这样子把我对于佛法、对于宗教这个看法了扭转过来了。那么现在我学了58年了，这50个世纪的熏修，我发现了，不但是高等哲学，啊，哲学是在全世界登峰造极，同时它是高等科学，啊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世界，哲学里面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全在佛法里面，这个太了不起了。那么佛法怎么消灾呢？这就说明，灾难从哪来的？就是宇宙从哪来的？宇宙的起源没有灾难的，啊，那我们看到经典里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，极乐世界没有灾难，华藏世界没有灾难，一切诸佛的十报庄严图通通没有灾难，不但十报图没灾难。我们把这个标准再降低一下，啊，我们这个净宗讲四图，常寂光图，那是自信的本体，啊，摄报图呢，这才有形象，啊，才有形象，没有灾难。方便图就是我们通常讲十法界的四圣法界。啊，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圆觉法界、声闻法界，这是净土，这四个净土，也没有灾难。有灾难的是六道啊，六道为什么有灾难呢？六道里头有善恶，啊，善带来的是福，带来是吉利，但是恶呢，就会带来灾难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。这个灾难的形成呢，是居住在这一个地区的众生念头不善、行为不善，这才感召的灾难。啊，世尊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，贪婪会赶来水灾，嗔恚会带来火灾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地球的温度不断的上升，那什么原因呢？大家喜欢发脾气吗？这一发脾气温度就上升了，就这么个原因呢，佛告诉我们的，如果大家都不发脾气了，都没有嗔恨心了，给诸位说，地球的温度会降温，会下降，也不会有火山爆发，也不会有海啸，啊，所以这很有道理的呀。啊，风灾是从愚痴来的，那叫贪嗔痴，叫三毒烦恼啊，赶来的时候，水灾、火灾、风灾，啊，傲慢、嫉妒，它带来的是地震，啊，不平嘛，不平它就发生地震嘛，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啊，所以一切灾难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带来的，啊，所以我们的法会有没有效果？有效果，法会是治标啊，是提醒大家了，啊，你看看系列法师全集里面这30里面，你读经文，你看中峰禅师的开示，如果我们能体会，能依教奉行，真能够产生啊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个效果，啊，大灾难变成小灾难，小灾难呢就化为没有了，啊，所以这是它有理论根据的，啊，它佛法确确实实它有哲学跟科学在支持，啊，我们这些年来在海外啊，与宗教界，啊，与学术界，常常交流。啊，治本呢，
啊，这个法师是治标，治本呢，那就是经典上常常教导我们的信受奉行啊。《金刚经》是中国人最喜欢念的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佛常说啊，为人演说啊，你看看演是表演是什么呢？我们把佛陀的教诲啊做到了，落实到我们的生活，落实到我们的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，真正做到表演出来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在世就是给我们做表演啊，这个我们一定啊要知道啊，我们要依教奉行啊，把十善做到，把三规五戒做到啊，不是受了就算了，一定要做到啊。那么中国过去历代无论在家出家，高僧高士辈出啊，啊，在出家是高僧的，在家是高士的啊，都是这个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么到现在这个是这个代的时候少了。那印光大师讲的啊，民国以后这些高人都进城啊，到我们现在这个就很难见到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社会上严重的污染啊，从前人都受过很好的基础教育啊，中国古时候叫家教，现在家没有了啊，以前是大家庭啊，人口稀少的也有200多人，这一个家五代同堂啊，如果人丁兴旺的7-8百人，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啊，所以他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。那个时候人心难定，现在家没有了，没有的时候就没有依靠啊。年轻人你在社会上奋斗，谁支持你啊？在从前家支持，特别是年岁大了啊，年岁大谁来养你？从前家有养老的功能啊，所以不怕年岁大了，家族会照顾你啊，这大家庭。所以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，不是现在，现在这个家起不了作用啊，怎么大家起了作用啊？但是我们的中国这个传统的家了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消失了，你再找不到了啊。抗战之前还有啊，抗战之后啊，这就没有了啊。所以我常常感到很遗憾呢，中日战争呢，我们最大的最凄惨的这个损失啊，就是传统的家没有了啊，完全打掉了啊，解散了。那么可是家呢，对中国5000年来长治久安呢，可以说它是决定性的功能，他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啊！这中国的家道这种精神太好了，要是不恢复，世界和平呢就很难实现啊！所以我也曾经啊接触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啊，大家都关心现在的社会问题啊，头一个就是冲突啊，冲突能化解吗？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啊，这些话我都听多了啊，能不能啊？像这个马来西亚的前首相啊，马哈迪他就问我啊，我们头一次见面啊，第一个问提出问题啊，就问我啊，他说法师，你看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
这个问得很严肃啊。啊，我告诉他，如果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他哪四桩？我说第一个，国家与国家要做到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第二个是政党与政党，第三个是族群与族群，第四个是宗教与宗教，都能做到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啊，这世界和平就来了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很久，皱着眉头啊，不说话了。啊，接着我就告诉他，我说难，确实是难，啊，这四样非常棘手，不容易做到。可是，如果能从宗教下手，啊，宗教要是能够团结，能够和睦相处，肯定会影响政治，影响族群，世界会有和平。这个话了，没想到他听懂了，他第二天就给我写信，啊，邀请我参加2005年啊12月的啊他老人家主持的一个世界和平论坛。啊，我们有4天的时间长居在一起。啊，那么我们团结宗教啊，1999年我在新加坡做成功了。啊，这大家都看到了。啊，那么2006年我们把宗教团结带到联合国。啊，联合国也有个组织叫世界和平啊宗教和平组织。啊，这个秘书长跟我的关系啊都非常好。啊，我们总希望呢宗教做出对整个人类真实的贡献。啊，团结起来。啊，那么宗教最重要的是宗教教学。诸位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人，这佛教实在讲他不是宗教啊。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，唐朝人写的，收在大藏经里面，释迦谱、释迦方志啊。我学佛的时候啊，亲近出家人就张家大师啊，刚刚学佛，他老人家教我，他说你学佛你都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才不至于走错路啊，叫我读这两本书。我很感激他啊，看了之后才晓得，释迦牟尼佛要用我们现在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，他是什么身份呢？他是职业老师啊。孔老夫子说他受无有志于学，30而立啊。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王宫啊，他是太子出身贵族啊，出去啊参学，学了12年也是30岁啊。30岁呢，哎，他觉悟了啊，所以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30岁啊。觉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79岁，整整49年了 啊。这个诸位同学都晓得，世尊当年在世啊，将近300余会啊，那个会啊就是法会，就像办班的啊，办班的这个活动啊，他一生办了300多次啊，大大小小的办啊，教学49年，他是职业老师啊。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。他自己身份呢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啊，
多元文化是它不分国籍，不分宗教，也不分族群，啊，儒教无类呀、啊。只要肯学，他没有一个不乐意教的，啊，所以他是个教育家了。佛教始终是教育啊，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还是教育啊。那么佛教变成宗教，到底怎么回事情？啊，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佛教变成宗教的历史啊不长，不超过300年。为什么呢？在乾隆、嘉庆的时候，佛教还是教育。啊，所以诸位晓得，中国佛教有丛林制度，丛林就是大学。你看看，丛林的主席就是校长。啊，首座教务长，维诺是训导长，建院是总务长，跟现在学校的这个分工啊。完全相同啊！啊，方东美先生多次告诉我，中国佛教要复兴，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，就是要恢复大学。啊，所以它是教育，啊，教育，长善就是啊，啊，教你什么？教你呀、啊，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啊，人人都能够。朝这个方向去精进，去学习，啊，人人都是善人，人人都是善人呢，我们这个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，啊，你看，世尊给我们介绍，啊，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那么好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那个世界都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。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居民里面没有恶念，没有恶的思维，没有恶言，没有恶行，所以他感得的世界的时候是没有灾难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宗教教育可以彻底化解灾难，可以能够把这个世界变成像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一样的美好。这才叫治本，啊，就发挥是治标，是宣传，啊，要推动教育，我们这个世界才会得到真正的究竟圆满，啊，这是在今天法会呀、啊、这个开始，啊，而我这一点呢贡献给诸位同修，啊，我非常赞赏。这个活动，民国以来，这是第一次啊！政府来推动是第一次。过去在帝王的时代，国家有灾难，国家都主动来办。啊，民国之后啊，这个国家就没有疏忽了这一点。所以这一次徐市长能提倡，我非常欢喜，非常赞叹。谢谢大家啊！没有谢谢。